关心延伸11年，唔够10个奖。其实我就系唔容易放弃，先坚持咗11年。如果唔系，其实早喺3年已经可以放弃。所以今次港台颁奖典礼食白果，死心啦。而家反而乐得安乐，即系个感觉又好轻松。讲就豁达啊，但系个心仲好酸咯。我谂我喺呢个圈，我谂攞埋都唔够10个奖。即系 total 啊！呢十一年，譬如你考试，如果冇成绩表，咁点解需要考试呢？我试过，原来我真系斗唔过个机制，咁我走咯。不如学下子琪咁，做下善事咯，个人都开心啲噶。佢哋2年前就成立咗私人慈善基金，前后捐咗1000万噶。寻日出活动嗰阵时就话，而家又有善款，可以帮到更多嘅病人同埋小朋友，女女呀都有出利是钱噶。但係佢自己而家開始都要求自己要翻少少。前日就問我，佢媽咪你可唔可以教我儲錢啊？我話點解你要儲錢？佢話我想買個 iPad。哎呀，傻女，想要同爺爺講咪得咯。